今天现在3月2811点晚上，然后呢，我还有陈心如、林佑成跟吕华，我们今天迪士尼玩了一整天。然后呢，心如姐来，请说一下，发表一下你什么感想 ？Exhausted 啊！林佑成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有什么感想？啊！吕华。哦，看哦，战利品哦，战利品哦。然后呢，前面是迪士尼的大门，然后后面是城堡。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拜拜。拜。